都要学，无论是少年啊老，少年都要学，老的都要学。所以人讲，食个老，学个老，是不是？但是嘛，咱的成年人不少，无论哎，哪件哪件，无论哎，无论咱人是哈密瓜西啊，咱的机场物件，咱是不少的啦。我们不足，咱无还能赚，所以咱特别学。那今日咱们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白白建筑。白白来建筑做老板一款 ，rebuild the image of the father， 贵做贵，贵建立贵做老板一款，那下子怎么？今日是白天节，那么首先做老板的情形，今日下子怎么？今日看这个社会，这社会充满了罪恶，充满了败坏。你看到大啲六十年代开始，到今日咱二零一二年，大啲有人统计啊，有人大啲做只 research 啊，今日结婚啊，结婚未过十年嘅家庭啊，有70%，然后。结婚未过七年啊，有52%的钱；结婚未过三年啊，有25%的钱。你看咧惊啊？啊，今日最近你看到这人在网看报纸啊，八卦新闻啊，你看到人向大家生一个大事，是不是？啊，娱乐界对因对做红衣的这个话题什么啊？风姿云变，是不是？咱看到这个啊，这个外面生意点子，我问一个问题，伊人领导，搞领导，搞领导，伊人搞水哦，搞水。我问你，伊搞有镭哦，有镭哦，有镭。伊人出名哦，出名。伊人当对哦，当着人个领导系，咱领导领红家红，公务斗东哦，对不对？斗得就好势啊，伊是贤啲嘅贤好，斗嘅名好势哦。好事，但是好事未过三年，来惊，你惊衰哦，衰！家庭人家也幸福的嘛，是咪？但是未过是未过，管到是咪？原因，这个婚姻的这个image啊，婚姻的形象败坏。那即话即代几多多，咱几多多，咱咪成为一个社会的 leaders， 社会的头，社会的领袖，咱咪带领人多对的上帝本来建立婚姻 marriage， 婚姻。喺咩事咧？因為正常的時代咧，舊嘅立點樣胡做緊咧？個事點樣胡做緊咧？有提示嗰個嘅名字啊，可能是提示佢嘅口多大多白名，咁差啲立點提示做緊，係咪？舊嘅冷面車子就是講，嗱，係一個科技啊，但我只提示而發達嘅有時啊，冷提示進入近千話，冷提示無端的正常的時代已經入去一個時代叫做工業時代的東西在你拼了工業的東西成立的東西開始就不是老闆碰見老闆碰見碰見到了七八十年代到了九十年代到了生活在好事他不想在好事因為碰見假設 multi-level 假設這個科技發達的東西开始贪累，贪累咧就好事咧，有时啊黑水累落来咧，就是拼命大啲即个社会位贪累，真正坐听字就失去老板形象，即老板人叫做失职，失去伊个职位，失去伊个职位，也是讲确实是叫咩咧？就是碰见人，点样看无老板，有老板那个无老板咧？但一陣時開始八十年代開始離婚的開始，他們說一個查某啊，一個囡仔，一個家庭內面看不到老闆，就是惡未到做老闆的款，惡未到做翁的款，所以
开车这时阵呢，无论是查某囝，伊就出现一个情形，就是鼻口垂红。我伫这边呢，因为前世啊，团里看袂到老爸，你学袂到，虾米叫做红的情形？所以伊就安，我伫垂红个感觉，自然呢，伊个婚姻出问题。那美国个一个查某囡仔十七岁，甲钱啊钱困。你甲请一个人睡，你讲啥物件？有啥物件好睡？伊个人睡，那就是因为有，伊个你个人睡，人家只要打波，伊讲 I love you， 伊感觉被爱的感觉。我呢个病呢，我呢就查波见啦咧，伊唔知叫做爱，伊唔知叫做真正做爱的爱，婚姻的爱，因为在世间团，伊无感觉到，无感受到这个老爸的爱，有影无？做囝的。大伯囝咧，起来袂晓做人老爸，袂晓做人的翁，因为伊无一个 image， 老爸的 image， 也是伊的妈的翁的 image 来对，出现问题啊！但是嘛，圣经的内面，建立大伯是头，家庭的头，所以这个头若是碰见去咧，家庭就出现问题。这出现问题不是一大样，伊影响是一大样，所以比较多。到底今日咱桥比较大，咱有真理，咱有圣经，咱有上帝，所以咱个桥都对，做大伯个桥对，行都对，即做头个身份来锻炼咱家庭，予咱个家庭佫再用对起来，予咱家庭无好无鬼来做工。现在即卖咱来看，卖可以第五条四十八节，即句话耶稣讲个啦。我条四十八节咱讲，所以咱要完全承担咱个天父。完全安尼款，咱袂晓头几多。即个所感想咯，今早起就祝福我每一个爸爸。因为我人靠无，无论每声都话好咯。我人靠无，我建立个后代，就会敬虔属灵无好后代。我求主帮助我，我智慧，我明白，我安怎做。感谢天主多，我耶稣用个圣名求，大家讲阿门。耶稣讲，汝若欲完全相甲你天父完全安尼款，你其他物件。上帝创造人的点子啊，其实对了，虾米情来看，从创造人的。上帝创造人的点子啊，伊是照着伊人家己的形象，就是佮个形象来做人。Created man with his image， 对了人用了伊形象来做人，所以暂时人是完全的 perfect man， 对完美的人。但是最近的世界破坏了，将人开始不完全，人开始就下降，开始失去了榜样。即个耶稣来了啦，耶稣叫人对伊，等于对伊，你们如果都对起，想个上帝起初做人的款人款，直来就完全，所以你家庭该改变，对生命该改变，对婚姻该改变，对一切该改变。那个是完了，看是证明点啥？主要说讲，如人背，伊是讲一个 arch， 就是一个更高、更高、更高，咱都要对了上帝，直直来去想象上帝的完全，老爸。那遐姊妹，姊妹分享，遐姊妹，咱需要一个形象来对。所以，今日你标准啥物才重要？你标准啥物才重要？如人对了人上的标准，那都不一样。如果对了你老爸的标准，你就不一样。所以要学上帝，你家庭咪来改变。那你对了人，你对老爸点子啊？迄可能是唔对的。有只老爸拍囝，拍过来拍囝，拍到就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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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哇哇，哎呀！我呼呼呼，啊，我唔拍你囝，拍过来干。你为甚？为老爸我先跑啊！你为老爸我先跑啊！我跑未死啦！我哋嫁嘅老爸嫁嘅，咁成日講，依嫁嘅囝咪對咗老爸嘛。所以白講，依囝大囝嚟咁先啊，坐我成囝啦。依啊，依囝對依囝嚟囝，唔成日講。即係叫做惡性循環，但係千萬唔好轉，唔好轉。家姐，那人咪建造一個相加偏白，建造那人嘅家庭，阿咩？啊，你看，咱咪阿弥陀佛咪嘅，咱平平嘅建造。老爸的属性，哇，这起码 ，we have to review the personality of the father。老爸的款，老爸的个性，那按看圣经诗篇第十篇第八，
答教家第十集，四篇第四十篇第八教家第十集。所以讲我的心啊，我真正愿意照着你意思行，你会轮化到我的心。我到你大会中宣讲公义的福音，我无停了我的嘴，要话这是要知影，我无停了我的嘴，无讲出来这是要知影。我从来唔捌将公义放在你心内面，我已经常常讲明你信息甲你救恩。我到你冷头前嚟大，到你大会嗰冷头前，唔捌讲将你出爱甲信息收起来。嗱，代表我讲你听，就听你哩。代表我讲，一讲就你听。你讲我常常咧对着你心意啊，来做出。关于如何做的物件，你个性上总是我恶的榜样。我在人头前讲，然后我家己本身做出来，那也是嘛。咱的成功，咱的生命，咱的家庭要改变，咱恶的物件，咱恶天白的款。大家讲天白的款，天白的款。那也是嘛，跟你天白那对啦。咱拿这个款来对咱的家庭，对咱的家庭，咱才对家庭改变了。这些时候我们家庭是破坏，都是因为我们用人的款，用我们自己本身的经验，用我们甚至四周围我们身边的影响，对我们安全的人，对着对我们的家庭，所以败坏。我们一手的人拢总是外口找查某，我们用对着伊人来外口找查某，我们家庭就败坏。咱一手的人影响咱身边的人，甚至咱看戏个了，咱人做个物件，个了咱知袂用拍火个，咱人去拍火个，点子啊，咱就受着败坏。所以咱即块即罪啊，就是咱个生命伫何咱人去做对咱个家庭败坏物件来破坏咱个家庭，可能一代过一代，愈来愈黑暗，愈来愈罪恶。所以咱要改变，啊，要改变，咱对咱愿意去学。天白的款，那在圣经里面，跟咱讲天白什么款呢？来大家，天白是信实的，大家讲faithfulness， 天白是啥物？爱的，爱的是不是？那天白是 full of love， 是不是？第三，那天白是啥物？那天白是仁慈的，仁慈的 kindness， 那天白是啥物？咱的天父是常常原谅的 ，forgiveness， 是不是？咱天父是啥物？咱的天父是真正有智慧的 ，wisdom。咱的天父是啥物？咱的天父是真正看顾咱人的，是不是？啊，即咱天父的圣经内面，咱的天父真形，咱去学，咱去看，特别你特别捌你天父啊，是不是？啊，做一个老板，还是姊妹？你的技巧是什么？我们整一代是败坏的，但是你是人的女孩，你是人的女孩，你想问你老婆怎么对你，可能你心里疼，你心里伤，但不要怪她，不是她叫你，因为她人不要做老婆，她人是老婆，你老婆的老婆，就是你说你才能对她。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个真的不好的文化，就是老爸跟孩子不能沟通的。所以我们当人叫老爸叫什么呢？叫家言家言，华语是不是？我们是家言家人对言的，是不是？你叫你老爸不好的，没人嗨，没人说的，你叫阿爸没了，这样没了，这就是自己的意义。所以你看，当老爸跟孩子不在调有沟通的点声，你看你知道吗？他不问老爸什么，因为老爸常常中意的收在心里，常常中意爱收在心里表达，所以做孩子的不好感觉到他的爱，你看你知道吗？他怎么会爱人呢？然后你对着你老爸，对着你妈，你为什么会你妈跟老爸讲的关系本身的款，除了烧麦烧怕，可能我跟你讲，到你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一辈子上上烧麦烧怕，啊，这就是第一第败坏。但是嘛，搞咱时代变成，未使讲很多钱，搞咱
带着车咱要吃清楚，咱要吃袂歹老板，咱袂使对。那我个老板，袂好做老板。到今我才讲是袂好做老板，因为伊来你老板，你毋捌看过，你来做老板。我家己个老板，是我个老板，伊家己老板都毋捌看过。我捌有个嘛，就是讲阿爸有兄弟啊，讲有啊，但是毋捌看过伊兄弟啊。伊家己都无假个感觉，伊莫有假个感觉。所以搞到我一大个咁子啊，我信了耶稣，我有圣经，然后我有真理咁子，我就决定我的家庭未该未使要想我的整一大个家庭。所以我决定建筑我的家庭就是属灵样的。我虽然无够成功，我惊无大。我虽然无完全，我唔敢我做个对好，但是我长期间我是恶天白款来对待我的家己，对待我的母，对待我的家庭，所以我看到伊人的生活，跟我细汉的生活无相的，多得一百八千是无相。我无将我古早的生活搬去当今，我对我的家己的人款。咱就要大滴咱的经验，咱要大滴咱的知识，咱就要大滴咱的情形啊，咱的这个整大情形的环境行出来，入去天平的情形里面，咱的天平要爱咱，咱也咱的天平款来对待咱的家己，为家己来讲，大滴是这是大开始，这旧装破除，这罪的死了破除。所以为家己开始，大为身躯学着，虾米叫做爱，虾米叫做关心，虾米叫做沟通，虾米叫做正正做老爸、做翁的款。然后，伊做人的翁、做人的老爸，对不对？伊就要知影安怎对了你款，来对待伊家庭，因为你对了体面款，你囝对了你款，对不对？人之外，你家庭世世代代就改变了。你记啊，兄弟们，咱人在这个世界，不是单单予咱的囝有通食、有通穿、有通用、有通开的。咱的老是属灵的商业 ，the inheritance of spiritual， 传予你囝的，予你囝的知影讲，你。的熟人的证明也对你讲但是我今日我们没有老爸的款我们的老爸没有人会说的款因为他没有情理给我们情理的就是我们的生活就要改变我们必须对着我们的老爸来对着我们的孩子然后我们做我们的招呼做我们的孩子咱要讨饭原谅咱个老爸，因为虾米事？因为伊人未晓做老爸，伊人无情理。所以等咱知影个东西啊，咱人对咱个囝会无相。咱要来学，即个属灵天白款，可能家庭改变，阿妹喏。第二咱看，咱白白个建筑物，咱个老爸，咱个心。提白心，大家讲提白心。嗱，圣经话好音第六章第三，一节到三十二节，你注意多少名字？多少名字奇妙咯？等我看了之后，我看到里面那个提白心在做。正圣经耶稣讲，所以咯唔能烦恼。Matthew 6:31-32。正圣经讲，所以唔能烦恼，讲食阿咪，饮阿咪，穿阿咪，即拢是外邦人，正道是外邦人所求嘅。阿为先主人所求的，若需要的一切物件，汝人的天父已经知影，才知影啊！现在咪注意啊！即讲汝人需要的物件，汝人的天父已经知影，阿秘书，汝可能你天父了解无？汝可能你天父真正看顾汝，汝可能你天父真正关心汝。圣经里面讲你塔摩归条，你天父咩事？你好，
即摆是甲咱讲哩吓，讲咱个天地虽然是大，但是伊个心啊，真正细，好细心啊，真细心啊。伊虽然是大，伊会惊伊跟咱每一个人个需要，伊知影。现在只无咱要对了这个心，咱是一个无闲个人。那老爸，你别怪，伊确实会缺席。原因就这边，原因伊要太贵，要为着三对食。但是咱只话，虽然为着三对食来讲，咱人要做遮济物件，但是咱个心，果是要想个天白，安尼世间咱了解咱个囝。现在只话，这个世代个囡仔败坏，是因为啥物事咧？伊个老爸啊，欠欠个。将其彼此了解一下 ，they lost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fathership。老爸款，因为老爸若无伫，将囝教好，将囝教好嘛，所以老爸真正少甲囝教导，伊唔知，伊啥物物件，伊对了伊某讲哪物件，物件。还是等等，无教你囝，对囝都唔教。那无事，那对囝会成个母哩囝，咁个成个母呢？就是安尼款，不是？因为咱无牙起这个做头的时候，你只话你走袂起的，原因上帝做世界叫做啥？将家庭建立为单位 ，unit 单位，家庭是一个 unit， 一个 unit， 一个 unit。但是头咧，虽然头就是老爸，所以圣经讲，查某人嘅头，婆嘅头就是翁，家庭嘅头就是老爸。咧老爸将这个头嘅份饼交予基督耶稣嘅人生，这个家庭就叫做属灵嘅家庭。那现在请问，但是这个头啊，卖光啦，无上嘅家财，我嘅财产物件咧，总之。我有累起来，人有贪食，有贪大，有贪钱，我会记即件了。哎，来即话，即出事了，对不对？所以，即叫做老爸缺席，父亲缺席的时代。那像即话，即情形都对着你囝出现了问题，伊人唔知，愈关心，愈唔知伊情形。听先喂，我捌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偷偷跟我讲，伊个这个十四岁的大个囝，一时发着，甲伊唔免困。何物事？每次来讲无人，伊老爸无伫，伊妈无伫，全免甲伊个十个囝，阿家伊大个囝，结果自己妈咪对内东西无条件发着，伊大个囝，伊唔免对着伊十个大个囝做这个物件。因为头条伊个囝完全无意志，应该安对待个人。二条就是这个囝无人去管理，无人去了解，无人知伊做物件，嘛未使。但是话你要知物件做，你若无闲好，你要抽点声甲物件沟通，使到你起白心。伊虽然是大，但是伊个心是细。对咱每一个囝，伊只要紧个需要，伊只要紧，伊人个情形，伊人代志，咱个区别是咱对咱人个。所以咱个对咱个囝，咱个要紧，伊人是啥物情形？听得清无？我学啥物件？我学听我个囝个心。人到后天来上当中学堂，家长物件同我讲，我伫听，伫听，我为为底，为人到后天做物件。然后我替咱先讲白白，在我每一个阶段，伊个需要，伊个心灵，伊讲话不说，你看咧，我伫笑，伫笑，伊大汉了，海王是袂应嘴啦，伊叛逆起来哦。我吃起哦，咱当只应嘴了，只但是只是顺，我咧体谅伊叛逆期了只。我开始教我个囝白白大汉，遐只话，你需要。你需要
会听的那段，在每一个阶段阶段所有的代志，也需要什么？对十几岁的囡仔，我跟你讲，问大波查某，最需要就是老的现象。因为暂时人大人一开始恶做一个大人，伊需要，伊需要做一个像有一个现象，可以来恶安怎做一个大人。所以你看到有人老老啊，二十几岁囡仔这样思想啊，像个囡仔的幼稚，玩得对不对？玩得是讲伊是老呗。唔捌将伊个成熟嘅，伊个在成熟 maturity 嘅形象教我嘢听，伊唔捌教我嘢听，所以短期来讲，伊个思想伊哪能将你话了了？但是伊个思想，甲一个十二岁囡仔冇相差，因为停在伊边无断。你短期十二岁、十一岁开始，九岁开始叛逆期，要进去做大人嘅，叫咩声？体内想唔一大点声，等于恶掉了，做大了点声，伊 lost 了，伊 image lost 了。所以别晓安怎做一个大人，交代入委会都上瘾啦，怕瘾。入委会都不要做，更不要参与，伸手相亲。而入委会做咩呢？入委会都不要搞啦，不就难需要搞伊，因为伊失去了 image， 伊无成就，原因伊唔知安怎做大人。那咱做咱个老板，虽然家姐这边阶段已经过了，是不是？过了是不是？那还是嘛，如果顺呢？如果惊，你特别加倍惊，注意哈物件。你需要知影，因为你惊过了这边。咱这个够惊，咱会知影，咱会惊到哈物阶段。你需要帮助伊，可以大。在咱老爸，咱个体内知影咱个需要个，咱个进来做老爸，以及个角色 role，the role of father， 真正重要。到咱个今十几岁咁声，咱会知讲伊人个情形个所面对个困难啥物，咱个十几岁咁声，咱个心思。咱的意念，咱探你都有帮助，咱知影咱的囝到我这个情况，伊需要物件。所以，咱的囝需要正性知识，咱可以一个正确性知识。对咱的囝需要安怎甲查某交往的东西，开始异性相吸 ，BGR boys girl relationship 的东西，因为家伊安怎做一个 gentleman。对咱个囝开始要找查某朋友个点声，你都要教伊安怎找一个好个查某，含好个查某个路，你教伊个只会看查某。简单来讲，我安尼为囝个细汉，我就开始教伊去看查某啦。我本来听含查某是好个，含伊查某是无好个，但是含伊是假个查某，含伊是假个查某，我来讲。我教你看查某，甚至看外表，要看内心。然后你唔单止要传基督徒咧，要传熟人嘅基督徒，甚至基督徒信耶稣咧。但是我教嘅囝唔是看到信耶稣就是教嘅，我教嘅囝要传我要传熟人嘅属灵嘅女人。等讲到圣经嘅查某嘅东西啊，我就讲这个查某方面特质。以斯帖王后 Esther 伊有哈密，这里 unique 的所在。Abraham and Bob 撒拉有哈密好的所在。我跟你讲，讲查某，因为我袂惊白刀，唔通娶一个真头鬼的呢？你娶一个好无的呢？那遐怎啊？等于咱全部在假的，因为我袂听讲，我惊袂娶我，只会娶我个大兄弟。但是我跟你讲，这个是情人、亲人啊，前辈教导的。伊人成功啊，教我的安怎去教了我的家子来过熟人的生活。你知唔知？
你怕在你怕的需要，你提拔在你需要，你有关心你怕的情形，你让需要你关心，你不让你怕坐了真正欢喜，讲讲伊生活，讲听伊讲伊生活，了解人动机的情形啥物，你需要做。到你细汉开始，当然讲我老了嘛，就应该那是老人，是不是？现在是大人了，是不是？哎呀，我以前那大汉呢，我讲慢慢开始会用的。慢慢会惊需要啥物，会惊就是娶某啦，是不是？生惊，迄个就是你娶某生惊，当时系情形来，所以你帮助伊，你帮助伊，然后用你帮助伊，不是用单单对经验啦。用上帝的话来帮助你，怎安怎建立咱家庭，超越人，入去上得天平安完全的情形。你怎从今开始改变？你顺你而从今开始改变。阿门。最后我来看咱怎样，咱要建立你，咱要建立做老爸的主管。The authority of father， 等于讲老爸的权柄。那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一节 ，Matthew chapter seven verse 21 ，Matthew chapter seven verse 21，这边讲凡啊叫我主啊主啊的人，必在着隆重进天国。唯有尊敬我天父旨意人，甲会在着入去。那兄弟姊妹，你看到这个圣经在了听，上帝真正清楚的，我真是水的。一个严谨的跟你讲，你就要对着个字，话你该入去天国里面。那换句话来讲，黑上帝袂咱对个字，该入到天国里面，因为个字就是完全的字。The perfect will, His will is perfect will。所以人若是对伊个东西呢，该过一个 perfect life， 生命该改变。人若对伊个东西呢，话你该行天堂条路咯，话你该望好。所以上帝无讲糊涂的，上帝袂去做物件，定叫一只清楚的字，有一半的计划，带你对生命内面，因为每一个惊字拢总对了一半的计划，所以讲路对我，伊何 instruction， 伊何指引，去俾指引，伊何命令，伊何原则 principle。一号 policy rules and regulation， 一号原则条规条规，一号一无一别使要离开伊的这个情形。那遐怎款？这个咱都学着啥物件？上帝天父，伊真正有计划伫你身边。然后伊用了伊的权柄来带领你，遐遐怎款？路是我的计划到你家庭。Do you have any plan with your family？ 路有什么计划？路为你家庭找什么家庭？除了有车有处女，路还有什么计划？路为你家找什么人？你为你怕把大王的书放住，你为你怕小人还是徘徊，你为你家庭幸福还是不多，但是现在你的计划呀，你要等你从我的计划来你开始做出什么样，就是大量用你分辨大量，我跟你说现在这个家庭需要老板 instruction。The family needs the instruction of father。 这个就是上帝和老爸的权柄。看到这块，上帝给你家庭点啥，和老爸做头点啥，老婆被带起，这自然就是转这个路叫老婆。所以社会很多都是这样的，
因为人看不到老病的端呀，听得清吗？所以人表见的家庭，因为哪个老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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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接来，未晓安怎见的家庭。然后那老病做人的安的东西，那家庭做人的安的东西，那看不到安的情形。我不要看安的情形，我老病是怕我的，饮酒醉那就是精了，叭叭叭叭叭，看到精的。那叫我老爸，叫我来买，你头你拢别拢头破，我变拢看到，我变拢看到，我看袂到，我看到老爸，那老爸穿西衣，饮酒醉，饮酒醉，我看到的形状就是呐，我变拢乌龙出来，假如我看一遍，因为我有上帝。我看不像，那你请问，跟相反的，那别使将这个官兵交互别人，所以你真正无用的好，你要多对来锻炼你家己。你将这大事你管的好，但是你别使忽略你家己。你要带了你囝，袂使轻松；你要带了你囝，你对了来行，规个家庭对了行。你要给 instruction， 你要给 planning， 你要给 rules and regulation， 你原则，你这个条规，给你家庭，给你囝知影讲，我系老爸讲的，我袂对。等你带了一个好的所在。对的所在，属你的所在，了解？你惊，你一句话，家己对你骂一句话，伊骂一句话，我甲讲明。老爸是听骂的，但是伊等不了；哦，惊是听骂的，但是伊听了老爸的声。老爸若讲十句话，无惊骂若讲十句话，老爸若讲一句讲，你对着你骂话，你骂话做啊，这个规矩顶个开始 in order 了。In order， 都是真正有秩序啊，有秩序要齐全。大家记住啊，我会惊，我会骂，我会骂到你骂了，会惊是吗？会惊你嘞，哦，哎呀！但是我一声嘞，我一句话嘞，我讲听你妈妈的，不然我会拿人腰。我一句话就出名，我一出来。他听下我，我就不嘛，真正奇怪哦。因为我看到上面遐，我惊，伊真正服在我官兵内面。当然后，我会话给来 support 我某个人听，这个 instruction 啊，这个指引啊，都变作真正 in order 了，真正 strong 了，真正有力了。还记得吗？真正坐的家庭啊，囡仔叛逆派啊，为什么？因为要归纳伊，说真伊未晓，伊未清楚的，伊未晓分清楚的。当骂到你拍囝，点声老爸骂嘛，老爸跟骂无同心，未使的。我就能够分到这个债，我若管囝，就有无偿，有咩唔加偿？我无人偿。然后我的母若是家丢的物件，当时我徛伫我的母位，搁一个见面，若是我的母打我听，我奶奶奶奶物件，我对来当时我千个家己打我当时，伊开始吼，把他们拿走了。你看迄个规个家庭啊，规个家庭的情形啊，需要老爸的 role 来发挥出了 function the authority。Of the role of father， 你需要考虑这个老爸的宽啊，老爸 authority 管那个 function， 你家庭都 in order， 啊，无你惊到，唔知你对谁，唔知丢唔丢，唔知要惊，听得清吗？听见？不过你知个是，就是讲听清吗？那是讲，你的生命、你的家庭、你的改变，你需要。
你需要体会，体会这个上帝和你会做老板的形象，做阿的形象来救你家庭。那魔鬼来破坏你家庭，所以世世代代家庭就破坏。今天我就参加相当的圣经的 messenger 给你讲掉，讲掉过去那是未来问题，问题，问题为样，来救掉上帝，今天都对来，来为着那家庭来征战，征战，今天都对那家庭，和那家庭和谐的对，帮助的对，有意义的对啊。那请问，你需要，你需要恶的对？天白的款来建立你家庭，不是对着你老板的款，不是对着你自己的经验，乃是看圣经里面那个天白的形象，那个天白的个性，那个天白的心，那个天白的官兵，以何instruction，以何条规上面，将这个所有天白所有人的挖出来，成为一个老板，成为一个红的款，咱的家庭就开始不祥了。看到这款，包括这款的口味，除了趁食以外，咱袂使失去这个形象，咱袂使将这个本兵交予人，咱袂使对来就是虾米唔知。咱甚至袂使失去咱个形象，伫你家庭内面。但是话，因为你家庭、你家己需要你款，需要你款。家庭开始，咱稳定两样进来，要做一个决定，咱要保守咱个家庭，阿妹。然后我们要带领的家庭，是不是？带领的家庭来得胜，问我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败坏的影响的家庭。我们要成为见证，我们要成为这个世代的榜样，我们要成为这个世代的模范 model， 带领我们家庭过一个新的生活。问候伊恶性循环，伊闹闹，伊婆婆伊闹，对咱老爸，咱个祖国搞咱个国，咱老爸搞咱人，搞咱个囝，咱个孙，搞咱成不地咧，你碰掉，你想你啊，咱要行出来，咱要行出来，所以安怎做要行出来？哦，我来讲下即话，我就是帮人，我听你讲，加讲我句话了啥？我都看到我是出事个一个真正。但是今日我唔敢我成功，但是我就鼓励有建筑嘅家庭，我会改变，是因为我有耶稣。相款都能耶稣教我平平，相款基于一个心，能相款会想改变，会祝福我嘅家庭。阿门。兄弟们，今日就是咱改变日子，咱今日就是蒙福日子。你决定才重要，你决定要做一个合理款的老板，像这老板真正一个结论就是贪钱，惊生生出来就是卖钞的，像这老板就是教好人的管理也惊，对好咱的马管理啦，对好咱的老板管理啦，对好咱的我管理啦，对好咱的咩管理啦，先生啦 ，nursery 啦。咱看家，吃饱一年，看到爹们饮茶、饮咖啡、饮酒，得爽样的。那吹水得爽啊，后面也卖茶，电话来一个，他这边听嘞，吹嘛，后面也吹嘛。哎，姐妹，我跟你讲，家庭需要老爸，你的家需要阿爸的形象。哎呀，姐妹。咱们不想，特别是阿伟教员的样子嘛，阿伟教员的样子嘛，都让人机会真大。特别是包括生囝的，希望遐听听。遐细汉的，
我们机会才大。人下人接待，咱下下咱会等接待，安怎做咱人？已经是予咱人食坐的情形唔对了，咱未使去对到伊路桥去，咱得去变出突破，予咱会见无相，建立成无相的见，望好、学明、幸福、有意义、有前途的见呢？咱来试看，你若是有这个心。哎，我来讲，你才对成功，因为咱的天平错了啦，咱的天平照啦，咱的天平教导啦，安怎做一个好的爸，好的阿，阿妹，阿弟兄弟来，来姊妹。